宵夜来吃克莱勒夜食店，店内座位不多，但是很宽敞。这边装饰很多，点完餐之后可以来这边拍照。这只是老板养的猫，超可爱，还很黏人。撸完猫，餐点也上来了，点了四个餐点，趁热进来吃。好吃吗？嗯，很香，肉燥味很香，很好吃。我煎过，是他们推荐的炒煎锅包，很香耶，很好吃。好吃到说不出话来。这只电猫就这样一直陪伴着我们。外面座位可以吸烟，也有摇椅可以拍照，推荐给大家。